嫌我挣少了，喝俩就好了。哎，收了，可以拿出来了，打开盖看一下。哇，真棒！搁点醋，搁点香油，是刚搁了点醋、香油，再搁点松鲜鲜的，放到这儿。这是一个蒸蛋器，原来我用它呀蒸过鸡蛋。你看，糖心蛋、蛋黄蛋，这今天做一鸡蛋羹，然后兑点水，然后放一点点盐。蒸蛋这水放这儿，煮蛋这水放这儿，蒸鸡蛋羹，然后把这个架上去，把这盖儿放这里。啊，插上电了，这功能。温泉蛋、金沙蛋、糖心蛋、蒸蛋糕，行了，还能做酸奶，你看慢炖。你看它这盖儿这儿有槽，那这儿有个眼儿，这儿有个槽，这样对上。颜色很好，用它蒸出的鸡蛋羹，不用担心它蒸老或者蒸不熟。蒸的鸡蛋也是，插上电自动停。好吧，有需要的您就可以去下单了。我放在小黄车里了。